最右上角那边偏僻的地方，对，就是那种七五四八的那边的教室，在四楼最右边的教室就是自由班。
上去要找谁呢？上去要找那个老师上去拍照的。Hello。你们如果想报名，等一下下课呢，到星期三现场还可以吗？哦，最好是先报名，他会给你一个报名的贴纸吗？徽章。对，我会有一个报名的凭证。啊，有一个报名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你去跑的时候就要拿凭证去，然后这样才知道你要跑几圈。你跑一圈，我们就会在你手上盖一个印章，表示你已经跑一圈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跑四圈，集满四个印章就可以换可乐，五圈换水口脆，六圈换红茶。很认真，很好。这样子要报名的，想要报名的举手。这样会不会太多人？我们的名额是多少？50。所以你们要尽早报名，赶快抢完。对啊，我们的名额呢，星期三只有50个，不能说还会大爆炸，其实也只有50个。好，那我们的报告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并邀大家一同参与保护环境，跑出环保，爱地球。Thank you.